nge di khosu ani tha komya di nga chogan na lo tha komya di yausha yores ine nam do kya gi yores ji di dembare tungyu do sunu har sha wase ago khoa ya go cha tungyu do sunu har sha wa jung mo do jung mo jung na nam do kya gi so che yo ani tha komba den de tha ne ani ji shiwe shiwe le gyebe le wang le sle du ani kasol be napsen double pain ro ya ani dinje gi kun lan de oda da ne shi gi ani cha gu le wong du le dinje ga ne chim be yina ani cha gu le chim be yina ani ne sim yi yong ro yong ro da de da gu lu de sam shi ma de me be ta ne nga chan de be yina nga ke nga ke du wa zhen yi zhen ko 在251页的最后一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当于此生死流转之次第，获得决定了解。那这以上，道上也就是说了，什么是烦恼的根本？那如何升起烦恼的一个升起次第？那在其实这部分呢，很详细的这部分在中师道的时候应该就要说了。那但是因为烦恼的根本，这个我执的主张上有粗细不同的说法。 所以呢，在此就配合了毗婆舍那这一种最细微的空性而说的缘故，所以在后者而说到了。那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欲断我执，当求无我见，需求无我见之理由，以及引申无我见之方法，经常出者了。若前所说两种我执的无明，必须要断除的话，若仅欲断而不寻求了知我执为生死的根本道理，或虽只有偏少的了知。 应该要多加偏少两字，因为如果了知的话就知道了嘛，那知道就没有问题了。可是藏文好像有多加一个偏少这个字，我刚好像听到。所以如果只有偏少的了知，而不以了义的教理破除我执之境来去请求引发无我见解的话，这是钝根性的。那也就是说。 为了能够断除这种生死流转的烦恼的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知道为什么我执会带来烦恼，烦恼会从我执而生的这种次第一定要了解。为了断除这个我执，所以光是靠对三宝的祈求没有办法，光是靠本尊瑜伽的观修没有办法，因为曾经有一位斯里兰卡的比丘啊，那他曾经在讲法的时候说到了密宗的本尊瑜伽。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可是只是让我们增长更多的妄念，这好像乍看之下有点相似了。如果本尊瑜伽不是以空性所生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多增加妄念而已，多增加这个执着。为什么呢？因为随着这种本尊瑜伽说到了习诸真灭等这种的事业了嘛，所以当我们去做这种。 让自己获得了这个习事业的时候，几乎跟贪心好像有关，因为以自信居着，自信的执着去做习了嘛，所以自然跟贪心有关。那尤其像威猛的事业，那或者是以权力去消灭等，这一种粗猛的事业来讲的话，因为以真实执着，并不是以空性的缘故，所以跟嗔心好像有关。那由这种贪嗔的这种作意来去持咒的话，那个就叫祈语。 无有意义的话语和这个叫祈语的，所以真正所行的密法，是不是真正的相应于密法？这是由菩提心、空之见、摄持的情况下而来去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在此华人非常的多，当你们听到“灌顶”这两个字的时候，马上就冲过去了；当你们听到“空之见、菩提心”哦，就好像呼呼大睡，则是错误的做法。那同样的，我们西藏也是如此。 但是说的，我们入住的，如果住宿不弄的，大家想不得的。去年的我们入住的啊，我们坦白一点的，如果住宿不的，你说，如果住宿不的，天天打我滚地球，天天有梦没记得，其实天天阳线呢。
大大牛毛用树浆送的。天天这边等人的没得不得，哎，你当然什么老个的，亲戚老个大娃什么老个就这些。哎，天天这边大多人不得买呢，哎，抬了担的种的牛毛，抬了担吧，抬了担吧，哎，抬了种的牛毛线，他们这讲，哎，你干着这些，哎。你晓得，提起天的用心呢，达到你们用心讲是的，但还是真正这边达到这么提，提动哎，是吧？但达到这么提心欲，达到这么没把的用心写那是，达到你们用心讲，第达没把的看着看这些个的时候呢，看给提醒就是讲呢，天的中通的意思，天的中通呢。Any, Dadu, Jubal, Zimbati, Gadu race, Kadas Lona, Ten and Jumata, Ranshinki, some Rangun, Jubati, any, Gawadis, and a turba the Matuba, Mangare, Tamba the Matimba, Mangare, Chimoton to say a mare, Ta, Tenjin, Turbazina, Matimba, Matuba, Tondi, Shetodua. So the name in this ane.天中通的是，天中通呢，天的结巴的通呢，马对外让王给结巴买巴的羡慕的是，天的结巴马结巴呢，天天前边吵个松是，可是天的结巴立马结是松掉的，他了结巴人心越没人心，哪能松掉？第松不掉的，吵个松是。大娃牛毛线的牛毛线，根据就是就是我不是看的，那就就这个身体状况，真的是意思。大概那些，大概底下。只有在252页的倒数第二行的时候，有说到了"此亦是龙猛菩萨之意志"。在六十正理论里面有说到了"彼即众见因"，那这一种呢，我执、自信、执着是一切邪执的。因缘呢，无比不生惑。如果没有这种我见、自信、执着的话，就不会生起了烦恼了。是故骗之彼。因此，如果能够了解到真实执着的所执境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话，是故骗之彼。把我执的这种内涵了解非常的清楚，了解这个我执的所执境是错误的话，那见惑皆不生。这种的邪见也好，烦恼也好，都不会产生的。那于是要如何知道这个我执的所有的内涵呢？云何能骗之？这个我执所执心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这是由什么而见的呢？未见缘起性，这是透过缘起性而了解的。因为我执它去执取从境上而有的时候，是种不关待，好像它本身的那种感觉，从它自力而有，它本身就是如此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吗？所以这时候不是他本身而有，不是他自己而有的，不是他自理而有，因为是依他力而有，而说了缘起而依赖他者，不依赖者，这两者是正相违的，只有一条道路让我们选、如果是依赖的话，不依赖的这部分就被遮挡了；如果是不依赖的话，他依赖他者的这部分就被遮挡了。所以他本身有，他不依赖而有，几乎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说到了缘起依赖他者有的时候，不依赖的这个自信自然就被遮挡。那这个的正见是正觉所说的，那也就是经典里面说到何者因为因缘而生的缘故而说了不生，所以不生就是不是以自己而生的意思。好，这是要得。
타게디 슈그데 디스토가 너나 삼문 수르기 턴데 캐저 투메 니스니 이다데 데코나니 이 턴 땅람 배바나 룽리 투메 남버 쩨바니 친지로비 짐베 시드스메 다데 메바타 다데 똥어 마통어 다메도 뚜니 똥 메뉴버 시네 대단 잡은 데라 네바니버 캐초 다 디슈데 디더 코어 친구 자 친구로 유가고 된 마곤나 다 간다 친구로 로디 로디 메바소야리아 친구로 로디 메버 듀직스 라바다 친구로 로디 나샤 삼 참바 삼고 유야 말 시바 삼고 유야 말 다 간다 친구로 로디기 진다 메바세 디 가서 우리 보고 싸움을 당하니 일단 오늘 매 타주를 삼배 딱 네바지 깨 깨봤잖아 양의 양도 싸움을 당하니 이는 소수 뼈 금식 소리치다 소수 소화시키고 싶은 일도 잡아 이는 이는 수조대 댄지는 내용이야 그래 나 등진을 놀이야 미다바리 삼바 삼기 등진을 놀이 누구입니다 와 미다바 삼 미다바 임바디 양양 찬 양양 찬 Shugo bedi, midabasa samlu di, sosu bedi, bes lö bedi, kasuri, lö tumburuji. Da lö kasuri bedi, lö çar, çabe yine, eni kol, kötü yine koda, çik tengzik lö, kol lebe daha nansan midabolo di, çayın di, kol eni şükşungro diya. Rıva da, da tere teyit sönbe, kanda lo çik çik lö nöse ya di, di nöse nöse re samba çik şebe pingi amare, şebe samba, rıva. Çiku dili gümze mindu sam çambasagi pingi amare. 当时我生个定那边，搞出来，帮着落地去，那看到不给，军友的那个亲戚老公落地去，干得巧的，干得巧的，当然干得巧的，落控制单位啊，当然的，大没被团了呀，生定的，他也不认识，过不了的，是他自己人嘛的，大要买的，什么全部什么的，就因为大有没有扛动呀，没多个什么的，哎呢。 다도 좀 말해 누구 말해스? 엔디 슈그데 로리야 숨이어레스 가서를 보게 다도 주베 캐바도 쳤니 런진다 즉 다도 머주벌 그래서 다도 머주베 캐바도 쳤니 런진다 즉 다도 여미 강도야 강게 캐바도 맞아봐 지자마 진우식 숨이어레스 무슨 말이야? 253页的倒数，第三行的时候呢？ 若未破除生死根本，邪执之境，修彼空矣，而修其余生矣，则全不能断除我执。那在此就说到了断除这种颠倒执，我执的方式，并不是说没有自信、没有真实而已，或者希望这种我执能够消失的一种发愿而已，而是要了解到我执的这个执取的这个内容。 是完全不存在的，从内心里面去相信它，反复的思维，而产生一种定解，有这种的定解呢，然后来去破斥这种的我执呢，就是好比为了断除常执，并不是说经松说这是无常，或者是说这是无常而已，光是这一点没有办法使常执拿掉了，而是透过一次再一次的反复的思维，当无常这种理念变成新的一部分的时候，那。 当有危险产生常执的话，才会马上的想起哦，是无常的缘故，不应有常啊，才能够避免常执的产生嘛。所以，同样的道理，为了能够断除这一种的真实执着，所以真实执着的，这种的损害啊，损恼真实执着，也就是所谓的意识里面什么叫做能损害的，或者什么叫所损害的，这一种正相违的作用是什么？所执相违的方式而去产生损害。 它的所执，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正相违的关系而来去做损害的，所以反复的去思维之后，完全的相信无有自信，从内心里面去相信的话，那才有办法断除。否则的话，只想说，没有自信，就是这么单纯而已的话，这是对真实执着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伤害的。那所以在此就说到这样一个道理之后，于是就说了心缘境的时候，总共有三种的类型了。 253页的最后一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缘境的时候，可以自信的一种方式去缘境，以及无自信的方式去缘境，还有
也远离了自信，同样也远离了无自信，没有任何的这一种自信和无自信的差别去圆净，有三种。嗯呀，大地熟的，天呢天大了，天的旁边天广呗，吹不散不了切呗，天这边，他人心就这边动呗，动不呢，得困难你就天吵阴气，天吵了呗，得困难就天老些都天的旁边呢。这边大部分都设备，大部分是行动了，搞不进去了的。行动了，啊，等几分钟，这工作让动，谈谈行动，谈谈行动的人心给他，告诉我的不给，谈谈怎么逐步让啊，他提供呢？这人大都是被当真的呀，不是那头嘛的，是什么的？他一个文具柜弄的长那呢，等到冷静没去淘汰的是，人情基本逐年通行都等到冷静没去淘汰的，最近情况帮我接问的，电嘛现在那么容易都塞起，一个大的都被长那多啊，那第十二的，他看他看大都先别忘给恰当解药呀给。去提打买把的生活的嘛都提了呀，打买把通的落去买去吧，提可能你现实的上不当呢，打都是不是那个嘛的事。可能没把这个命呢，真当我给给你那用过的嘛都，没把卡卡干亲戚，没把卡卡少了，那看到他那卡卡干亲戚用嘛的事，就送过的。这之后呢，又说了，也就是说，断除了这种自控和他控的说法了。那自空他空的这种说法者，他认为说世俗自空，圣意他空，也就是说他空的意思呢，就是说了，透过了圣意地的这种成立之法的认知，没有办法断除这个我执的，因为就像好比如果看到这边有蛇，对不对？那看到这边有蛇，我们就很害怕，哇，这里有蛇嘛？那忽然有个人跟你讲说这边没有大象，他说你讲这个是有什么？没有联系啊，没有关系啊。你要讲这边没有蛇的话，才会断出这边有蛇的畏惧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针对这一个法的真实相而产生了真实执着的话，你就要讲这一法没有真实才对，你不要讲其他的这种空性啊，这叫他空的意思了。那这样的话，透过他空的认知是没有办法断出我执的这种伤害的。所以能够造成我执的伤害呢，我们常说一句话，所缘相同。所缘是相同，缘一个境，缘同样的境，可是所执相违，以这种的方式来去伤害的。大地书的弟子们老念我都，在当那结巴的拼命说扛杀的，苏州说确实这把了，咱们这边没得管呢，大没别东西到别，大完年呢，铁管别到了。到年呢，提光呢，恐怕我都就呢，哎，提可能有天我都就呢，都你五十多到了，落结云的，哎，电子滚大个人不吃个是，哒，都你五十多到个人就咋呢，哒，东北你他说公文局都查呢，用人就咋呢，哎，提新鲜呢，准的，大呗，电子几码的是，因为电子天气特重要，或者带的要的，哒，这特重要，光呗，哎，如果哒。电子天气你中国也是，到底什么人不来？到我的年呢，这光白到了，这老呢，电子机有了命呢，都没多少就这么转到个村民已经那么多到过，这老呢，一个早上就差上牛毛就先能到过，这老呢，这个人那边来到过，这老呢来一旁边夸张的把叫我到呗，他把淘宝人都也不等不接了。天呢，得可能也到菩萨去了，在的，人早些时候家庭就长那些。但你想的，太大靠动作的人不行呢，他可能也谈到我了，接着说去吧，规矩，每个来过的马些呗，动作给没我事，动作是那么大概我啥嘛说去，但也没得什么通通通的，对我来说过的。那254页的第二大段的时候说到了。如是执取时有男女等以及人还有色法等这种的无明呢，是由通达无我空见而修习的缘故来去做断除的。那这里通达无我不是
只是一般了解我的空正见而已，而是现证空性的那种智慧去做直接的断除。那现证空性的智慧因为产生的缘故，所以变成了空性，对于这一个的圣者来讲变成了限量了吗？因此他从那一天起呢，就不会随着中意而产生了偏计我执了。可是俱生的我执还要再继续的慢慢断除，可在整个一个正对治的过程当中，都是以现证空性的一个正量呢啊去断除的。那这无明断除之后，则原实执净增益爱或者是非爱等的这种非理作意的分别心呢，也会跟着随灭的。分别消灭之后，由三现为根本所称的所生的贪等烦恼也会跟着随灭的。贪等灭了之后，由贪嗔等所造的业也会跟着随灭的。业消灭了之后，由业消灭之后，业力所引生的生死轮回也会跟着消灭的缘故，所以没有业力能够引发生死轮回而获得了解脱的。所以为获得解脱的缘故，所以于此当生坚固信解，自求真实正见，所以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并且观察，让自己了解到真实正见。于是中论的这个论文引经据论的讲完了之后，了知如是流转环灭次第，当受当善爱护通达真实。若不善分别，没有好好仔细去思考的话，仅笼统而修，那笼统就是说昏昏的那种就是如此昏昏的那种状况而修的话，都无意也。嗯呀，这上阿兰说他确诚的蒙，难怪确诚的蒙古籍被冻住的。要让他是信过嘛？那一年嘛，那么就那阿是长都做的。我们很多的佛教徒都是笼统而修的，啊，笼统念咒，笼统发愿。现在不是大家被开始不多啊？所以学习很重要。지금이제암도로봐지금이제암도로돼지금이제숨좀쉬어서제대로다다다다유계속으로이계속으로짱만쉬지되시야종大师他个人是单身在安多地方了，那安多有安多的方言语言呢，就是地方的语言方言呢。可是，在写著作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词是真正的普通话，而且非常的干净，他用词。哎呀，大家呢是암도가셔가야암도가져오셨어요내유계디엔암도시구분도스나암도가져오셨어요那所以有一些，因为法王也同样出生在安多的地方嘛，那有些安多人来见法王的时候，请法王讲自己家乡的语言呢，但是因为他们说法王的这个普通话我听不懂这样子，法王早就忘了光他自己原有的这个方言了。다진에담이도배따와기수담이담이기따와니깨버린바당따와니림진도깨본거그저도전담기때만나버리자고오당분이당진이기기름라최기당진이기강사기당진깨봐인양그러나나사도로샤이르잔에내가풍부로유샤이무도와다변강사따유다풍부자유도영에도주택이따유강사사도로샤와라去现实旅游的下完了，对呢，对呢，用过去，这个大有心思多啊。这里面的啥呢？刚才，然后他就成就给什么的？在用锻炼给做的嘛，就，所以他刚才俺就落了呀，俺是落了下用的，瀑布旅游的下呢，俺才是落了下用多啊。加上个，다풍불루유도시야배신은진슈슈부띠은진란게임이잖아댄진드다지다나오냐면로차와쌈다야풍부댄진게고유면메신다그다간다나담바진비댄진게임이그도올라풍부댄진기시체니용기여다비지인바다제르풍부다나로로샤와가서샤쌈니네댄진드말봐되게다알았어샤마타본시젠드니미다간다에니나나를믿네오늘나때문에된지다직접샤샤위나직접깨는전에뒤시로걸쳐있던지내한테고요래스뒤손이말해레데담이담가자담가자담이기뒤니는주관나스모두가사가담담이기따와깨네대우도쉬기담이또왜따와깨거소스이는우머지지천에
控制场呢。所以，但这个刚上个单位的，去单位了，差了远呢。刚上单位挨了，刚上单位到挨了去，去单位到就了接了接送不了嘛的意思。确确实确实的呢，刚上时候的中东我们这些大有些些多啊，人路给再大你说些大有些些了吧。在工作落了一年，但我看到刚上时候那几个单子打不起，落了就下一个多啊。在今天因为就在那个确实那个刚上的领导单位挨了的意思，单位差不挨了的意思。在今天印度刚上单位挨了，当了朋友，今天去单位到啊，接了后面送的意思。但是因为他的他就是挨不到饮食嘛的，当年了，今日，集中吸收生给查些了，康沙的康沙人家特别在于单位大米，康沙大米拉过去多啊，第二了我这，第工资就，但第工资就是呢，人就不是到土木营被康沙大米拉过去的，你了你了就。但第二用的康沙通过了电呢，打过去落了，到下用过了的。电呢，康沙大约在大呢约不上去，大约民间上的高楼的，但地干呢多熟悉些了那么硬呢。电呢康沙人心就准备，当然大米差不多的，你写出来，来了用过的意思。但是开始了。那可是这样的，父母我不知道，就是你从我那边说到我身上，江浙的民族性是多的，但别个那江浙多啊，但另一个那江浙有人没呢？但江浙有人，别个的别个人就是哑个嘞，江浙没人，江南的就是哑个嘞。这大概在江浙有人过去吃多啊，长沙的瀑布的店呢打过来，长乐店呢打过来，瀑布过现在是在有的过了哇，天啊，人心就当的是了呢，天的店呢打过来打。人是当一把的大什么的，你拼个多啊？是啊，但这一段俺从蒙古那落来呀，一路人是没把单了回来，就做些个多啊。所以这一段底下把就是的，生个单个去年国面的做送的去，俺那都用不多。哦，接下来就看到了255页的。二中我执升起之地，虽是由法我执引生人我执。那再次说了这句话。那至于法我执引生人我执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般人我执产生的时候啊，一般想起我想升起的时候，都要先借由我的身心、我的运体来去认识我的。就像好比认识某个人的时候，都是借由他的身心嘛，或者他外形来去认识，哦，这是某某人呢、啊。同样的，我想产生的时候，先由运想，才会有我想的。他的升起次第来讲是这样子的。那就像好比夏布论师他们说到了取有的时候，他们取有的定义是什么呢？你要认识这一法之前，必须要经由其他法的认知而去认识者，这个叫做取有嘛。那同样的，夏布论师他们也说了，普陀杰罗是取有，因为认识普陀杰罗、认识人的时候，必须要借由了其他的法而去认知的缘故，所以就说了人是取有的。所以既然我们平常在想我的时候，或者我想产生的时候，是借由这种运体而去想的话，当然不是说一切的我想一定要经过运想才有办法产生，可是我的真实想绝对是透过了运的真实想而产生，这几乎是决定的了。那但是这里面的什么我想之前必须要运想，这个是以真实的角度而讲，而不是说唯我的角度去想的。如果以唯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一定了。那因此由这种运的真实执着而带来了人的真实执着，所以再次说到有法我执引生人我执的所以再次说到。但误入无我意识，但了解无我的这个内涵时候，则当先生人我见之后，后生法无我见。那在此就说了这句话，
那先有人我的认知，后有法我的认知，绝对不是人我比较浅，法无我比较深，所以先了解浅，后了解深，绝对不是这一回事的。而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所依有法，所依有法就是说，人我的所依就是依在人上嘛，法无我的所依就是依在法上。因为所依的这个有法上的不同，所以让我们了解人我的时候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以人法这两者里面来讲的话，下部论师也认为人是取有，法是实有。所以可见从一个唯名安立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下部论师对人上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以这个所依有法有这种取有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特征来讲的话，那人我先了解后了解法无我，这是一般的次第了。但是是决定吗？是不一定的。一定要人我先了解才了解法无我吗？也不一定的。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像结尊修道三阶他有说到一个修法，那也就是说首先先观想普多杰罗独立之实体空的这种先让自己去了解，透过介绍并且去观修。那普多杰罗独立之实体空的这部分认识的时候，慢慢的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取有的，我是由身心安立而有的，会了解到这种取有的内涵。那取有内涵在反复的思维慢慢的把它转为了不只是依赖身心安立而有的，而是唯名而有的。这时候取有变成了唯名而取有，而不是只是依赖着身心而取有的意思了。那转为了唯名取有的这种内涵的时候，慢慢再去了解无自性的话，就比较容易能够了解的。如同之前在念心经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嘛，五蕴皆空，那中文是没有意字了，那藏文有意字了，五蕴皆意空。那我是不知道梵语有没有多加一个意字了，如果梵语有意字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藏文的翻译好了，如果梵文里面没有意字呢，就是你们中文的翻译棒了。那总言之，我觉得有意字好像比较好。因为有了意字的话，它比较有内涵的。为什么呢？下部论是所谓的人是取有嘛，那人的所依的这个身心是实有嘛，就连实有也无自性的话，更何况是由此安立的这个假有，它也应该更无有自性。所以也应该的意思，这个意字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你说的这个实有他都没有自信的话，更何况是由此安立的我的这个假有呢，他也更应该没有自信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那因此也是因此在密里面有说了心无自信，心无自信意思在意识上说了无自信的道理，这是一定有他的一个不共特征的。但是第几两个角度几乎上面出门明明弄个哪个问题那些朋友闺蜜呢先生闺蜜呢在这里四十名中对这个错过的没影响打个程序马的意思带来先呢几乎刚才说的带来先都哎碰过了团先别给我们看啥看是有的没事带来先呢几乎刚先生第一场的你给我养他我妈的现在送呢送出来的时候这里如果不这么送去这里就给我看第一时候的到那给我没办法的时候没办法的他给我也不一样的他也让他的时候给我看住对吧给我看住对吧其实是这样的看住对吧但不带你打过的意思带你打过一把的안다우먼주고나로사회사도가테니티니통직전도남바둔기룩규르미미기있어식다치에다그전다치에남자매벌직전니일인들랑기양라땡는다고인사회식사회식도가어다디기부컴주뉴벌로땡는다고돼있어대달기부매바마리여리여사디사드추드매돈도일나라자원인의여마리当我那肯定是要的时候呢，看准对吧的单呢，当什么的意思？看准对吧的单呢，当什么营养养他个猪妈的意思？这些都，呢，看了单呢，看了单呢，大概呢，杀出没弄第一点，这个恰恰吃呢，恰见杀的，让人个恰恰了单呢大个吧的，恰恰第一点。三月节了，恰恰要嘛的。
다 더둥 차시에 파소소 심배이네 그냥 소소소 그냥 차시에 차대요 아래 시도는 차자임이 차버려 그다 참이 시절은 미시버려 타를 봐 아니 뭐고 코르베 자원의 식놈아도 뭐부지 여친자는 그 가서 그래 랑랑 고선넘에 주지 여버지 숙쟁이는 고선넘에 주지 여거버래 고선넘에 주지 여버이나 가서 우리 그게 샤그 뭐지 허유 뭐지 눕지 뭐지 용고 그래 계시된 매나 뒤처럼 지금 상나야 그 처음에나 처지 처음에나 실들을 잡아 차지 누들을 지기여나 뒤상에 공부 차도 말해 그 뒤상에 공부 차도야 차도기 여봐 대게 처지 차 여봐 뒤 지금 차와 있나야 그 가서 우리 그걸 숙신 진실을 그걸 처지 차 여봐 시기하래 그래서 처지 차 여봐 진주산에 그걸 숙신 처음으로 두고 있네 그 자신 차대하래 딱 그 자신 있으면 그 식으로 아마도 매버래 어디는 이미 인주산에 대신 감리 레지양스 남식 감리 차시하나 초지 차 여마리디 이나야 고야 균지 차여래 자 저나가 균지 차여가 인주산에 깨지 깨지 주제 깨지물 직집에 이네 그 깨지 너지 깨지 통수 걸래 그는 깨지 니버디 깨지 당골은 제가 차지다 깨지 숨벌은 제가 차지 매나 깨지 당골은 이번이 제주로다 그지 당보다 숨어 대주고다. 따고 디바슬라데 만드베지기 차지여나. 따고래 차도와. 그지 통수실리. 자, 나 가서 우리 균기 가서 지면에. 균기 차차 매드베지면이나. 아니 균투야 그래 용무심벌이. 초 숙진지 초아지 참면은 공부차야 매벌이. 자, 이러면 이르산에. 어다 강이나야. 친한 것처 강도 강이나야. 탐재고. 뒤네 다셔 시다레스 어디데 인도산에 지식함네 르르야 뒤지양다니도 민 어디 소힘브레 之后说到了卢宝曼论云那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了似乎就讲到一般所谓的有情生命体了生命体是什么呢去寻找生命的自信的时候生命体这个似乎非地大非水大非火大非风大并非完全的没有，它是有，那也并非是空大，那也并非是意识，所以从身虚去寻找之后找不到，所以非一切。那跟身心毫无相关的似乎是存在的吗？意词吗？与这个身心毫无相关的分开的似乎是存在的吗？这也没有，所以意词无似乎。那在讲完这句话之后。龙树菩萨可以直接说似乎非真实就好了。因为寻找假意之后找不到，如果是空性的道理的话，找不到这个叫做空性道理的话，这时候龙树菩萨就不需要多加这句话了，如六界即故了，他就直接讲到了似乎就没有真实就好了，可是没有这样说，如同陆中论里面有说到了，似乎由七相观察之后完全找不到了。所以似乎的性质是什么呢？它的究竟性质就是依赖了自己的知分安立而得一个为名的假象而已，因此无有真实。我曾经说到这么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所以以这样一种解释来配合于此的话，似乎这样去寻找之后找不到了，所以破除了自信的理由了。那似乎它是存在的吗？对，它是存在的，我们并没有否定它的存在，可是存在的方式是因为六界所设的缘故，六界涉及了由名言安立的缘故，似乎并非是真实的。那以似乎的一个之分，像之前所说的地水火风等，它个别的这种个别的肢体来讲的话，如是一一界每一个的地道水道等，也是因为由它的之分集合的缘故，而并非有真实，所以后面说了如是一界即故亦非真。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地大来讲的话，或者是风道等等，只要是有形有色的这个物质体的话，所谓的物质一定是有一种细微的物体聚合起来而成为一个物质体了嘛，所以这个叫聚分了。一切的有形有色的法，只要是有形有色的话，一定是，所以它中间又可以再分了，那再分还可以再继续分了，所以
一切的围城，它一定有可分的时候，所以一切都是有方分，而不是无方分的。所以一切的再小的物质都是俱分的。那同样的，像意识来讲的话，意识虽然是无形无色的，可是意识有方分的说法是续流方分，它的时间是有方分的，因为意识它有时间嘛。那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前端的时间、后端的时间，那我们讲最短暂的，然后这个瞬间这个时间来做说明的话，这个最细微的、最短促的、这个刹那的这个时间而言，它一定有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好，那最细微的第二刹那，它一定有接之前的第一刹那的部分，以及接后面第三刹那的这个部分。如果它中间没有一个空隙的话，变成了接第一刹那部分等于接第三刹那部分的话，那就变成第一刹那、第三刹那融在一起了。就是因为接第一刹那的这个前端碰不到接第三刹那的这个后端，所以它有前端和后端之分了，然后又可以再解剖了，它中间又可以再切下去了。所以一切的刹那体、一切的时间都是有方分的，都可以再分下去的。那因此一切的界，所以四夫地水火风，还有像意识来讲的话，由意识而言，因为刹那的这种方分，所以安立而有的。像有形有色的话，是因为围城的方分安立而有的。所以内外的一切法，因为由知分总色的缘故，所以没有真实的。所以如是一界即故亦非真。等等，这是什么？卡萨达明亚的丹普亚的中间的西卡萨的主义的东西就打灭了查拉美讲提了查的切西呢就卡萨的东西了，确定了应该要吃的本呢确定打灭的明的所以定的应该行苏宁所以定的应该来的是确定打灭的是没有主家大家主家确定打灭是苏宁确定打灭的没说的应该搞的苏宁的应该搞的是宋亚的老人前面拿了倒是没找小鸭的老人前面拿了一下切心切心就宋年切心都准备动啊是吧现在准备让过去切心的宋年切心的动啊他们也被吸给我的他们告诉他没拍拍戏但冬天马上也没几个心给我的因那样切心的宋年但不怎么用过的是这个在里面就是呢轮前面拿到了人的一年切心切心就送你切心就当为怎么让我的白了狼呢但呢切心人心就准备当为哎呢怎么长得少了但是第一呢第白了其他用过的意思但是第一种呢去明的说人心没呗吞不了数年过呀数年过用的数年给定了呀确实他们也不给写的话但是对着给妹妹没干送给他的意思人们什么送给他的对着给妹妹没给我送给他的意思你他说怎么让我的被狼人怎么长得干的夸巴都收入心被可多了哎你搞来了数年给定的确实他们长梦呀这个我要的亲人但呢，没说成其他名言，就叫的是，这是送你们的。你关键哪能送多啊？这样是呗。所以在此，看255页的第，一二三四五，第一大段的第五行里面，有说到了为什么人无我先了解，法无我后了解的理由是什么呢？其理由位于人法上了解之无我。虽无粗细之差别，它没有所谓的生细的这个差别了，但是有所依的这个有法的差别的缘故，所以然有所依之关系于人上，来去了解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这无我的见解于人上则易了解，于法上则难了解，在法上就比较难了解了。如同法无我于缘而上比较难了解，但是于影像上比较简单的去了解，这是因为所依有法上的不同。就像影像来讲的话，在此有不同的说法了，叫广论
和略论里面不同的说法是什么呢？广论里面说的是影像，也就是说我们去照镜子的时候，镜子有自己面孔的影像嘛，它反射的时候有一个影像存在。影像虽然可以看成面孔，可是实际上并非面孔，所以可以知道这个粗分的虚妄的意思了。所看和所在不同了嘛，因为影像看成面孔，可是影像却非面孔啊，所以所看到的和所存在是不一样，这是一个粗分的虚妄啊。了解这一点并不难，因为每一个凡夫都知道影像并非面孔的，可是影像并非影像，这个就很难了。影像并非自性的影像，影像并非真实的影像，这个呢就很难了，这个要细微的法无我认知的时候才会了解的。那在此略论的时候说了，这个细微的法无我在影像上难了解，在眼耳上难了解，在影像上容易了解。其实以细微的法无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无论影像眼耳好像都一样难啊。那为什么在略论里面说这个容易了解呢？它的差别是因为那对空性的这部分有没有进一步的领悟的缘故了。也就是说透过之前广论的一个串习学习，所以他慢慢对如幻化的这个概念比较有深刻的一个认知。在刚开始讲广论的时候都完全不清楚嘛，所以那时候讲说从影像上了解的话是很难的。可是慢慢的你对空性这方面有少许的认知的时候，你再从影像上了解空性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先从影像上去了解，再从眼耳上去了解。那所以这是姑娘老板讲的写法，那他曾经有做这个注释，有做这个解释的说明。大叔的大我人知道结果饿了你康萨他们讲了吧，去他们讲了吧，他们了你康萨我们说的这人是不讲了吧。我他的康萨是要提给大的写法，那些碰过了电影大我的意思，他电影大上去的意思，但你把这个特殊书写的单元的大于名将上的意思。但名将上是那个名将是那个咱们这个名别团结不嘛的意思，名的主别团结要的意思。以那样团的我的下个日子呢，名的往困难要不嘛的团结我的要嘛的意思，现在这个咱们是这样的。前日他真的认为名将的意思，名将大将的，热的阿兰做了名将大将都没吃着完了，俺是了对，过团结关系也不想做了，学个多啊是。真正认为团结关系呢，也不能够下的啊个大的，大些小啊，真正个大些小啊，都一生是。全年到了九月份是，真正认为阿兰做落了，那我能行个？大约的上面进的那个落地绿衣什么的是这亲戚老个大和长毛老个心中车个要的是全年大和的就把赢亲戚老长毛亲戚老个落长毛老个心中就可以吃个要呢，但可你告诉我的不给可亲戚老赢吧就肯定心个的时候呢都是碰不得当的是大康的店呢，大概碰不得了。大银就中山上也没得关系，大银不行，碰少个拿了，当碰不挨拿了，但这个大个地不是不情况下或者啥的，哦，碰不挨拿了了，大银就店内要买的是，都是碰不得当的是，得了什么钱也没，碰不人心都就等于当碰，可是说，哦，看哦，得了什么钱也没是。当然了，肯定是什么呢？但一个特别大的说呢，就是其他的，那就多一次的，多一次。其他的养老创造了，但你心头觉得的，提心蓬勃那么但呢，工作瞬间歇下我，是吧？但多一次的说呢，那就心里是感谢。呀，他你还记得不对？接下来讲到了正身二无我见
那可分两者，抉择人我以及抉择法我。首先讲抉择人我，可分两者，明普陀学我以及抉择无自性啊的这两者了。那也就是说，之前就说了，我是由身心安立的一个取有嘛，由身心所安立的一个取有。那光是这种身心安立取有，它并不能够到达最圆满的取有的内涵呢，而是从这方面一直去观察之后，会到一种唯名安立而有、唯名取有的一个境界，那这才是真正的啊最深深的缘起，破除自性的最好的理由了。那了解到这个唯名道理的时候，这个唯字呢，并不是遮挡了非名的意思了，名一定有它的所权的内涵呢，所以并不是遮挡了非名所权的内涵，或者是说到了没有名字所表示的内涵，所以唯名并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一个唯字，它一定要遮挡一个东西啊。那它遮挡什么呢？唯字嘛，只有的意思嘛。那只有它一定有一个排斥或者排除的一个，意味着排除和排斥某个东西的意思啊。那排除什么呢？名字它有它表示的内涵，它在表示这一个内涵的时候，是只有依靠名字而去表示，并不是从境上而有再被名字所表示的意思。它是遮挡这种从境上而有再被表示的这一部分被遮挡的缘故而说的为名的。那所以我们去看任何一法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是由自己的这一种为名为利的方式而看到，而会觉得说是从他那边而有让我看到了，会有这种的想法。那由这一种的我，由这种的自信的一个执取呢，而产生了种种的邪执邪见呢，所以这种的我执呢，就像魔心一样，它是一切邪见的基础。那由这一种的我执会带来一切的邪见以及种种的痛苦，所以为了能够断除这一种的邪见呢妄执呢，所以就透过之前所说的，像《宝曼论》里面所说的，从身心上再怎样去找都找不到的。然后从地水火风去找也找不到了，可是并非没有，这些是取有的。那如何取的方式呢？是唯名安立而有，于是而去破除自性的。所以在《陆中论》的解释里面有说到了：如己染之具，假想立为车，世俗立有情的这部分，也就是说，车是由它的车字安立而有，取名为一个假象而已。但这是老母的，对吧？但这是修的，这是Dot these, and the Desha magic cancer should they don't the Pumbu Soka Kansag, Dakshi Sunshins, Dakshi Dakshus Mitellas, Dakshi Dakshu Gyore, Dakshi Dakshus Mitella, Pumbu Dakshi Dakshus Mitteve, Pumbu Soka Kansatu Mitte. Tapumbu Sokani, Tujigta, Najib Sokanikola Chakwebe, Pumbu Soku.看啥种结果没得了，错过德性结果呢？错过这样德性结果，听你个样看啥都没得意思。我们就会弄得长。但这叔叔的、上的、天冷多嘞，碰不了到了，所以就没去。但这上的提起俺上了大都去吧，他也都约不成。看啥人心就主播了，打住切吧，你谈些什么也买不着，送不说说切吧，差异意思。就说他，可是我不给碰不了，对吧？买吧，打人心主播，谈些都要嘛的意思。碰不了，带呢打不打，谈些都要的意思，都是这样的。在此256页的倒数第五行的时候说到了，此经既说运运是假立普陀羯罗之所依，运具的意思呢，就是身心的一个合体了，它是普陀羯罗的施设处，因为由此安立而有的嘛，所以是所依。那既然是所依的话，就不是能依了，所以非所依是即是能依法。所以所依和能依是分开的，那能依一定是非所依事，所以我觉得这次第上应该颠倒过来才比较好一点，能依法即非所依事了，应该这样讲才对。那次第好像有点颠倒。
由蕴聚语言。那什么叫做蕴聚的意思呢？蕴聚就是讲到了身心的合体，或者是蕴的前后的这一种合体，这个叫做蕴聚的，也称为叫蕴聚或者是相续等，这些都不可以成为普陀伽罗。那既立蕴聚为这个所依事的话，那同样的所聚合的这一个蕴法，像身或者心的个别法，也应该成为了普陀伽罗的这个所依处了，施设处了，故彼二种俱非普陀伽罗也。那所以这也并非是普陀伽罗的。于是就说到了257页的第二行的时候，当知今说唯见无取蕴之意，是见依蕴假立之我也，故当分别。所以在此呢，就是说到了，不由身心安立的我是没有的，因为不由身心安立的我是不存在的。安立身心而有的唯名的假我呢，这是存在的。大家说的第七大，天者康萨个文心呢，六拉那没把地开始的，地来不了，把呢，土木没把康萨个大面都把头上个洗过，是的，我谁安的？但德西生呢，早呢没得吧？但我明个王当上是把地跨差呀，等你这个当我下呀，你，哎呢，龙的土木没把开始的意思，他那点呢，我人心没把跨的，是他碰到要的送的。那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行的时候，有说到了。如是名普陀伽罗，以这种的方式去解释人的话，是这一派的不共别法，别法就是不共的说法啊，是此中别法。善了解此，如果能够清楚的通达了解这种人我的内涵的话，其实通达不共人我之最善方便。那这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是由施设处安立而有，是由所依处安立而有的。可在所依处当中再怎样去寻找又找不到了，因此他的取有的方式变成唯名取有了。唯名取有的这种缘起见解呢，就是了解最细微人我的最好的方法了。哎呀，大家呢，我的师父当了拍拍拉斯，我的师父当了阿伯，我有的师父当了阿伯，他了当年康萨全部都不吃住，现在大当我了，我的师父当了阿伯了，人们前面拿了那么多个机会，我们如果空场呢，那么多人如果大面单的拍拍的钱，干啥的单的拍拍的钱，但俺的得耐心观的吃不下松的，搞这那边呢，但搞这就主要呢，养那瀑布的几度有过的，养那塔的都有过的，今年马东多少民族现在吃不那边呢，但的呢，瀑布的几度有呢，但今年的真的都是瀑布的塔的都，我女塔的都有呢，塔的啥的，几百个塔的什么人吧，告诉我的，就是那的。那看到他的时代的，人心主要他的是要了的，俺的人心主要没这个要的。提起下个团呢，他的是了不呢？我们他的怎么用吧？前面大声说的是没用吧？过来，团结我呢，他的用过的。第一呢，呢，碰不得对面就是啥用？都是些呢，呢，大家说耐心多，耐心加把钱呢，卡啥东西不当了朋友，对吗？大家卡啥东西嘛？年用的啥呢？大家让什么吧，我让什么吧，我用的，我有啊，让什么吧，告诉我不给，得了都写图这些说应该。那接下来讲到了觉知无自性可分三者，觉知我无自性，觉知我所无自性，以及依次显示普陀伽罗如幻等。那首先先讲初者，那此中有四纲要。在广论里面呢，最主要是由七相的观察啊来去说了人我的内涵的。可在略论里面说了四种的纲要而说了，那哪纲要呢？所遮的纲要。那所遮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自信的话，要遮挡的这个自信是什么的意思了？先要去认识，就所遮的纲要。那之后讲到片行的纲要了。片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自信的话，这两法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义，是决定，所以是片行决定啊这个纲要。那之后讲到一过患的纲要，以及义过患的纲要。如果是一者的话，这两个就变成完全一个了嘛，那的话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讲到一的过失，那如果是义的话，是分开的话呢，它不是一般的分开而已，不像说有为法和无常的这种分开而已。现在在观察自性的时候是否分开的意思嘛，所以是以自性的角度去分开的话，从它本身
从它本身已经产生一个分开性质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互相依赖的作用了，因此就是毫无相关的，就会有这种问题了。所以也远离了一，也远离了义了。所以如果有一的话，一的过失；义的话，义的过失。所以就是所遮以及决定或者是片行一义这四种纲要来去破除了我的这个自信。那当我的自信破除的时候，我所的自信自然就破除了。但是呢，看啥怎么都不吃住，怎么都不送别团的吧？他看了的呢，怎么都不吃住？他过了你怎么心都吃住？亲戚马老板的怎么心都吃住？当然的嘛。但你不得怎么都不送的，那也没得吧？怎么都不送呢？他第一没人，他传达你不得钱，他那样下个那样下的，顶住那样的钱，他就按那一个都是那样的那样的钱。天津文的主播都不是那个样的，天津文的主播买不起，天津文的主播当不起。但我们不写吧的，但搞这电报网线的那么路，那个那些搞这的网线那个谁设计，那个马里设计的，那他年都让咱对面对象的开发用不要的。但俺这的他年都要让这设计，没写本就是呢，搞这电报路，搞这电报网线那个样的，知道俺俺做了，我们不写吧了，苏州的说不得一的，天津文的也不是那个多少做。第一，王不写罢了，他切都准备过吧，让给俺给点住那，点住那样就一律啊，俺了，出租不是那个多的，出租都准备没三百，一律俺用的啥呢？但扛住那往抬当吧，晓得吗？扛住那往抬当吧，写用的啥呢？那也没得没怎么都写用过的。那接下来就讲到了第三者啊。依此显示葡萄酒如如幻，可分两者，260页了。名如幻意以及依何方便显现如幻，首先又可以分两者了，如幻正意以及如幻四意。那现在先讲初者了，也就是所谓的幻化的意思是什么呢？幻或者是虚假、幻象等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虽见非实，虽然可以看到，但是并不是像所看到般的真实的意思，所以叫虽见非实，这个是幻的一个定义了。那现在针对这个自信相，我们如何说非虽见非实呢？用眼视去看任何东西，或用根视去看任何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从镜上呈现它的存在，让我看到吗？看什么法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在中观论事像自虚牌来讲的话，因为它在名言上有自相，这一种的存在方式，这是它最基本的存在了，不能破除，这是它最基本下限的一个有的一个程度了。如果这个破除的话，就没有了。所以在名言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所遮的真实，并不会被根视给看到，这是自虚派说的，因为他在名言上认为有自相。可是中观应成派认为，从他方面而产生一种存在的话，那这个呢就是自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所以眼睛虽然看到，可是意识会想说，哦，实际上并非是这一回事啊。所以当意识去了解的时候，意识就会知道说，眼睛虽然看到，实相并非如此，所以叫虽见非实。这个呢，就是幻化的一个内涵。大体是我的第三的这么去的送入啊，第二个是不是这些？太大了，他的没了说我那晚的扛沙糖，你怎么说？太大了，他的没了说我那晚的扛沙糖。苏州的说法，那边团员确实交白，第么子大多，他说怎么都不清楚噻，大概哪里的？你怎么说？在到他的没了说法，那晚的卡萨堂，苏州的说法，那边团员确实交白，你说，确实交白，你说，你说，确实交白，卡萨堂确那么了。人的生意就这边人是第三样没讲来说过不拉说过当大话的念不得巧话了说过电梯的才是他们这样太多那可能电梯因为就这样人是不注意不要了吧所以你就在那我电梯的才是心都太不切东北营长才是太不切才是他们这特别吃切东民了在那看一下民族现在学校没有吧我带你打过来，啥子的？
印度人吃东西没了。杨雀他们是一段嘛呢？在这个东北了，东北了西北中，因为那些就东北明星是。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单了婆婆的马多，三六三不熟悉马的是，六七不马的是。我们那时候人心就准备东的，人心准备东的，人心准备东西北怎么来？在这里就那些个东北马的是。现在他们是在这个东北，你这个东北明了是。甚至被曾经送过药物切切，哎，那让生意中都琢磨着给些些了，真的没用吧？那些设备，宽带就这边，那些设备，却他们家人心这边当然是啥呢？现在过了这边，去年下个月吧，印度，你这边东方明白？太广白，等人家关心他大概也不能样弱，带来带多少个人心资本准备，那是关心他大概也不足热些。대신도삼면된데로간게야유도미루면민지지즉마삼재미스가도다도기유린대바시는시시기열때디파괴냠샤기지도쓰고는신아니나란즈똑배냠소녀야다대주도여말쓰기열마도즉동번이대주도며바다로간게비게유말했는데말해지삼면된데로간게야유도미루면민지양답의답의땅을펴바장양답의통권배권배유두체뉴배름두순양수렘미뉴바다릭주도독주지암에로동방양많이노261页的时候如是所见所现天人等即立为普陀揭罗所现身色身等即立为法就是倒数第五行的时候那于是就说到了故普陀揭罗于法虽无少许自信然什么叫虽无少许自信呢一点点的自信都没有那更何况是更多的自信的意思了并不是说一点点的没有有很多的意思不是这意思就你一点点都没有的话那更何况是其他的呢所以在普陀揭罗和法的一个性质上你一点点的自信都没有了可是呢在造业和受果的时候或者是看到色神或者听闻到声音等这一种的作用还是会存在的为什么没有自信的唯一的理由是缘起嘛因为缘起的缘故所以作用更应该有才对啊因为这些都是缘起的所以虽无有自信你一点点自信都没有但是呢作用却可以成立的由一切作用皆成立故非断灭空因为就是由缘起而说了无有自信依赖因缘安立而有呢所以并不是否定它的有也不是说找了之后找不到这个叫空性也不是这一回事而是因为缘起的关系而说如无有自性所以非断灭空由诸法本来如是空故亦非由心嫉妒为空那这种了解的空是了解实相的状况而并不是用意识捏造一套空性的理论叫我们去了解的绝对不是这一回事原本本来就空了只是让我们去了解实相的状况而不是自己去心捏造一套理论由心嫉妒嫉妒就是由心去捏造出一套空的理论之后而来去相信也不是这一回事的由一切所知境皆如是故亦非少分空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自性空的道理与内外一切的法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它的空并非是少分少分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偏向于某一部分这是空那一部分好像不是空并不是这一种的空法的因为唯识派它针对了三法说了三种的空性了嘛所以这三种的空性并没有办法布遍于一切法所以真根对三法而说三种的空性所以可见那一种的空性它并没有办法布遍于其他的法所以这个是属于少空了那但是在此因成派所说的空性并非是如此不遍于一切的缘故所以并非少分空故修此空使能对治一切实执也因此能够对出一切的实执这一种甚深空印的道理并非任何心皆不能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有时候在经中里面会说到波罗蜜多它并不是可以用声音来去诠释的并不是用意识去了解的有时候讲到空性的时候会说出这句话这个的内涵是什么呢这个经典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现证空性的圣者
在现证空性当下的那种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感受只是用体证的方式而已，它并不是能够用声音或者是分别心去了解的。可是空性是可以讲的，空性是可以了解的，所以呢，并非任何心不能了解，是可以了解的。以正见即可抉择修真理之道，亦能修习。因此在修道的时候，并不是说空性不可修、不可了知、不可证得的这种空性啊。嗯，你嘛说不起了，查实你啊，说不下去。那个大师长，大师长你靠不住他们了，来呀，我这么多钱钱，其实那个说不定，但你。看呢，这个药物是那么多么多，那多多吞到多多得药的是。实际上，俺那就盯着新鲜。哎，东北人吞到药物那么新呢？哦，东北人马上准备的得药是，那看的那么新不那么多，得马上准备的现在这个路是带上这个的。那以前呢，就是有位蒙古的出家人，那他就是学经典嘛，于是有辩论了。那有一次他在被问的时候。那就是提出很多困难的问题嘛，于是他最后好像有点遇到挫折和困境的时候，他就说我在内心里面都有，可是只是我不太会讲而已，口才不是很好。所以呢，如果有人在解释空性的时候说空性是不可诠释、不可什么等等的话，就代表他内心很有，只是嘴巴不会说而已。大家能确认他们这样的朋友修你什么亲戚修你什么亲戚那确实他们但了爸爸了他但了别说了你我的学费是过卡本的我把他我的马学费是过先进过我的我的学费是过卡本的我把他的他是七学一年的宿舍的学一年的南西班的一年的他的抗议那样把他的拆迁把他买不了今天你们在呢查到查见你钱呢你查见个确的查下了但呢明个想上去没用呗同样我们去要赢了查见个确的他查下你不得养了几个月我的养了他的月我的到都是你这一个月的养那些这么过来现在看到了266页的抉择法务的部分呢，那抉择法务可分两者了，即由潜理而破。那透过之前所说的道理呢，在此以同样的破法呢而来去做破次。那这个同样的破法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无论是外在的法或是内在的意识等这些的法它可以分知知分以及具知分者，也可以说叫知分或者是合合体了。那无论是任何的知分或者是知分者具知者来讲的话，那这一切都是唯名安立而有的。如果你看长句等你长句先共产哦佛的不是法的不是生的不是
那就是讲到无论是内在的心事或者是外在的法等，那这一切的知分和具知者，如果是由境上而有，那就不是唯名取有了。远离了唯名以外，它本身有一个存在性质的话，那这种的存在叫自信嘛？针对这种自信，那再去做寻求了，这是一还是义？那又回到刚刚这种四种纲要来去破除的方式，来去做破除的。那么前面哪里呀？那啥话写了的？我们就跟哪里呀？特许建国送台的，就送不了走。那在就像这里面说的所说的破法呢，就像好比广论里面的这个破法，以及中论的这种破法。刚才劝他们。人心就主的就能按住乐怕大声乐不给下声没吧可能我不能呀人心就要的那他乐不扛手术马的没想到扛手术天就会死过嘛的他看到乐落不上马的就能过了就多啊就切把了电影这边切把了用多啊本来按照三分之一的那你三分之的密集的直播小时候能够是你用的话是或者三分之的直播间的女朋友或者常常有的这些所以我不要的话能三分之的所说的话是所以你们就是呢他就我直播这是给或者让心如让心如就好的话是但是让心就越来越直接的结果的话所以你的让心没别的直接过于的呢就这就没事要买的因为就带着大伙去买的要买的就是的军政府介绍的街上的大的街吧的县的街吧的你个的街吧的居民的街吧是怕都是这样的全年不多就干政府介绍就刚才说过了是就可就干吧的政府可就接吧的我到底都是下面呢你看全那么多我说马大马家人啊呢他本来人说可能没选选就胳膊掐死了，对，马大马这边俺那个是下头了吧？他选选的胳膊老可吧，大可吧，什么可吧，就是可吧，是不是？胳胳膊掐胳膊腿都掐了，是呢，他妈你就选选下，三年花不掉了，那胳膊掐个月，那俺是下头了，对吧？胳膊人心做事是吧？他这什么的吧？公安上是没有这么着的对吧？但现在马大马这边俺呢，今天查出去，你妈的，现在是蒙古下头了。实际上，他这里面就是呢，我在读书的，军政府介绍就越要的，马大马这边啊呢，就连查办官呢，就写越要的，我的直图这块呢，这样呢，你也买不的，因那样，就连查办官呢，下写越要的，这些都政府介绍跟政府的，越是越不见面的，没事没不见面的，是什么东西？政府越不是见不的，政府没不是见不的，是哪位呢？你也没的话。也不行了，人心就也不到上等了，人心就也不行了，就怪要嘛的，人心就没不行了，就解脱嘛的，啊，这个解脱啊，但真正观念解不的，都是他的处理他们当然不了，理解，也就是诸法如果有自信，并非是唯名安利而有的话，就是讲比较白话文的话，就是说，不是我们怎么想就想。而是它本身必须要有它存在的东西啊！你想什么不会变什么啊？它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存在的，它本身一定有一个性质啊！就像善因必生善果，我们再怎样的去使善因把它想成生恶果的话，它不会生恶果啊！所以可见善因本身从境上要具有生善果的能力，这个呢就几乎自信了。这种的想法已经超越了违越的，已经违越了这个违名的界限了。从他的境上而有了，这个呢叫做自信有了。那所以一般我们世人看任何一法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并不是说意识缘什么就变什么，从会觉得说从境上有一种重量，有一种作用让它存在着，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唯名的一个界限之内，而是超越这个界限以外，它本身要一些东西了。所以无论是因也好，性质也好，或是它果的一个性质也好，都要有它的一个不共的特征存在了，这好像跟唯名好像没有关系了。我们平常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会用很多的道理而说有自信的。那在此呢，就做针对这种的道理而就做破斥了。
如果是它本身而有的话，那这种感觉是不是没有冠带的感觉？如果有种没有冠带的感觉，就是说哦，这是缘起的。那而且它本身而有的话，它是怎么有法的？它是怎么生果的？那去做观察，是自生、他生、有因生、无因生，它是怎么生的？你说善因必生，必感得这个善果吗？它是怎么必感的方式？它是怎么生的？因为你说从它本身而生的吗？那是怎么生的呢？去做观察，所以说了无有四生的道理。那就像好比很多的这种生灭，我们在无寻无找当中没有去刻意观察的时候，会随着一种自然的现象去说这个生什么，这个生什么，好像没有问题了。可是仔细的这样去看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就像好比我们说年轻变老了，我之前很年轻，后来变老了，我们大家都这样说没有观察的时候这样说，而且会有这种的作用，没有错。可是仔细的观察这个境的时候，什么时候变老，哪一天变老，哪一月变老，哪一年变老的话，那就很难说了。不会说今天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很年轻，隔天起来我就变老了吧？所以在哪一天变老的，这个仔细的去观察之后好像又找不到了。可是在没有观察的时候却有产生这种作用了。所以生灭等也是如此。所以在经中有说到了，因为有的缘故，所以不能生。那这里面有是自性有的，因为它本身存在了，这个就唯名的这个界限超越了嘛。它本身具有这种重量的时候，它本身具有这种生的时候，那几乎就用因缘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既然是自性有的话，何必需要依赖因缘而有呢？不需要。所以既有则无生，既无更不生。那如果它本身是没有的话，那如何生？因为它完全没有了。呀呀，大家呢？定力定气，定住个定气蛋白，是吧？的，大家呢？定力，定气蛋白熊嘛，个人呢？大家说的，他定力个定气天就是松，那得得说啊，等这个开学的嘛送你，那得说的，天哪，牛过了说过七趟，多久了说过？哪个我问了，人吧，心都三遍了说过的，没得过了说过了，天哪，中了，我们学这个是吧？学这个是吧？亲戚，学这个是吧？亲戚。马这边是不是都有弄这些？第三的，但你什么说？你是大王那么大个，给可是作为呢你的经济上了，但不是被电视给媒体经济打到了，撞到就到。你把你搞这些嘛，是不是太长呢？军事电视也不能长什么不说呢？人民军没有送，吃什么不是？吃什么不是？吃到的，滚出去打我！我告诉你，第三的，大王那个理解能力要多。一个大点，这是大王那么大个，给可是做你你的意思。这个呢，确认了，但不是这边电信的密切经济，当到到转到去大王公司。但确认了，但不是什么，是就预警门呢，根本的电白团的预警门呢做了下，是吧？这在电信这边预警门呢，也不大约电信这边密切经济，当到到转到去大王，大约可是这些。当得晒的钱，但吃得晒的，各家菜没什么太长呢。军队电视工也不融入了，长生也不说呢。第一的，人民军运送吃什么吧？吃到的滚头就大。第二部队，究竟得了这部电视了，也不长被电视了，但呢，人心就知道，干嘛呢？第二个帮的是，电视的那边呢，电视晒的那边呢，买不买不起，搞，买不到的吃到的晒。人心的美是啊，个他们这边团那边呢，人们呢，住不到的客呢，人们呢住不的，人们呢这边当的客些，用这说你知道，顺序不切落是。第一说的，但呢，我当然提起来的，第二提起来的。现在看到了267页的倒数第三行，当知此清净真见犹有企图，那。为了能够了解空正见的缘故，所以最主要的两个大障碍呢，就是执诸法是境上而有，
从他的敬上本身就有一个为非为名的一个性质了，那这个敬上而有，或者是从他本身而有，这个叫自性。那未遣实质所缘之常见及增益见，就是没有看到空性就没有办法破除了实质嘛，因为没有办法破除的缘故，所以实质的所缘是什么呢？没有自性，增益为有自性，然后在此这个称为叫常见。那这是第一歧途，第一障碍。第二障碍呢是不知所破量歧，那所以叫不知所破量歧，也就是说要破的这一个限度不了解了，破太多的话那就毁灭了一切了，所以破智太过太多太过了缘故，所以至终全无因果缘起，是非差别之断见及损减见。那这种呢是属于断见，这两个呢就是了解空性的最大的歧途了。所以透过缘起见的方式，缘起因的方式，能够远离这两种过患。为什么呢？因为若从因为缘起的缘故，所以依从此因缘定生彼果之缘起正因，能破自性者，则破二见一切皆灭。为什么呢？因为缘起的缘故，所以没有的这种断变自然就被破除了，因为缘而起了嘛，已经形成，已经有的意思了。那因为依赖他缘的缘故，他没有自己本身存在的性质了，一切有的性质都是依赖他者而有的，所以从自己本身具有的这个性质，这种自性就没有，所以破除了常变。那第十个但呢，如果说我其他，是啊，如果说我第三的，杀完了，然后让个杀完了，说我同事，独居的说我，哪个我们能没得过了说我了，但呢，中了先送掉的，独居店就送掉了，独居个店的，但呢，中个店的，实际上呢，但的，独居个店就拉不的，能把用多少些个了。와제니다다근데때는중앙둘을제부둘을라려버리지제부둘을때는중앙이루자네제부디둘을떼버리라려버리근데이루자네개진제부디라왕그주바이나둘을떼버리겨리근데이루둘을떼버리니지제부디라왕그주매버리고도고도가하스第一点是积善，但实际的龙的长哪呢？但第一说的第一呢，先说，第一呢，康沙的彭博所讲，让个错过了电的大块，因为啥这个电的大块电就送不了的，电的大块的，拆下来电的大呀，但拆下来电的大块大块啥的，你们现在苦多多，什么路苦多的，你以前嘛就太大了呀，到底苦个嘞？但是我也没人心中的小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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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孩天你我你就准备行动也没得，有人指望管那边，他来对吧？给他吃肉，是的，就是这种。但电呢，大概电这里呀，拆下来电呢，大概是啥的，人就被送给他的。但得势了电，得势大军给。但真正印度啥呢？但得势哪呢？大军的项目出现。但得势，他到哪样？大军就得势了电呢，大概是。他都能明给王给大哥过来住不来，是啊，他天天打我，差不多他天就开始过来，第一不来，所以他军队给点中积血，天天打我点中积血，他天天打我得了，吃下了天天打我打，他年就打我，他年了天天打我噻，说明不了。在此268页的时候呢，有说到了如雅等。外法及行等内法，要依种子与无明等方得生。那在此有说了一个缘起的道理了。那这里面的缘起呢，是讲到了因果的缘起。那因果的缘起，
来讲的话呢，是佛法的一个整个所有的宗教，就是宗义者都共同的一口同声的说了这个缘因果的缘起的内涵呢，也就是说从因感得果这种业果的关系都一致的说明了。那透过了这种因果缘起，所以也可以了解到无有自性。为什么呢？因为果的存在，如果它是从它自己本身而存在的话，是它的存在的一个力量和存在的来源是从它自己本性而产生的话，它是不是意味着不依赖他行而产生？如果有一个不依赖，意味着不依赖的话，那就不需要依赖因缘而产生了。那这样的话，果就不从因而有了。所以因果缘起的缘故，所以无有自性。我说了这一个道理。那第二个呢？是说了，仪式当时于是讲了四百论的这个内容之后，在第三行的时候说到了，仪式当时普陀伽罗与平等法有彼自知具而立，亦无自性，是缘起因地而建立。那在此就是说到了由他的知分聚合之后安立而有的一个假象的缘故，所以也无有自性的。那在此的缘起呢，称为叫做假有的或者是取有的缘起了。那这个取有的缘起呢，就是由知分安立而有的这个缘取，这个是自续派他本身也说的。那这一种取有的缘起呢，是遍布于一切法了。那之前因果的缘起是遍布于有为法嘛，因缘而生的法。那现在的缘起，这个取有的缘起呢，连无为法、非因果法也遍布了。也就是说，一切的法都是由他的一个知分安立而有的一个假象。那如果是由自性的话，那就不需要依赖他知分安立了，直接就可以看到，何必需要透过这种其他的因缘取名为有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是破除自性的第二个这个理由了。那中观因成败的不共的缘起是什么呢？不只是依赖着知分安立而有的，而是唯有在名言意识安立的情况下存在，从他境上本身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生存的重量或者是作用。那这个呢，为名安立而有的缘起呢，这个是中观因成败的不共缘起了。所以缘起大致上可以分三种的内涵：第一个，业果的缘起或因果的缘起。那第二个的缘起，我们称为叫取有的缘起。取有缘起可以分两者：由知分安立的缘起，以及由名言安立的这个缘起。那由名言安立缘起，搭上就可以分这三者。啊，他今天这些日本这边日本现在其实算了新给，但这个蛋白玉米特种啥呀做的绿色学的偏绿我是这点绿色学的这名家大约咱们团呢查起他们是主要是不是中呢对吗？现在是没太清楚但是没有的。那如同经上所说的，有为法如果没有集成的话，那更何况是无为法呢？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几乎都是有为法，所以给予我们带来了利益或者是伤害等，几乎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就是有为法。所以从有为法上应该多多去观察，去体会到说为名安立有的道理，而去破除非为名的自性。但人家第一刹车第一拿到了一样多的电视龙要不要跑要把挪亚给两个月的弟弟嘛塞下去拿下弟弟嘛都老毛去。在这一个科判里面呢，刚刚所念这一个科判里面呢，就是针对于一些论点还有经文上，如果有这种疑惑，会有危险产生疑惑的部分呢，那在此多做解释。大家呢，东莞的社的，写不了呀，或十几个等呢，十几个内陆写不了的，等等，有没有那个西湖要的，缺钱去。出现的去年是东北人民的去年是了，就去年得过，去年得困难年是的，去年内陆是啊了。你们是那个天气是多啊？天气的天气在不能中国印度站呢，但这种是当然，这些地站呢天气是热不多啊。啥？但天气的马达马杰边上的热呀，就是就当下那的马达马杰边上的热呀，这。但马达马杰边上的热的呀，给去天气在不能中国的丢路可能是了不呢？哎。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些人是你的东西，是你的路线。但是你们就在那里，
다 니가로 여덟 시로 다 좋아 드는 이민들 자네 고 탄여도 주등에 시에 다 드는 인도 시전들라 에니 군속 마다 마제병하는 좋아대야 그 취직다 당시 제외권에 다 니야기 취직 니야래 스타들 때문에 숨겨래. 那就是所谓的空性的意思呢？ 就是要依赖这种所依的有法之后而去讲空性，因为空性其实是一个某一法的究竟性质啊，所以空性也好，法性也好，同样的道理，法性为什么要称为叫法性的原因，某一法的究竟性质的缘故而说了法性的嘛，所以这一法的究竟的一个性质它是怎么存在的呢？这种存在的性质是什么呢？于是说了法性嘛，那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有空性，所以自然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个事物，那空性是这个的特征，而说了这个法性的。那因此，这个法在无寻有找的当下会有这种的作用。那有寻有找之后，在寻找之后，它的性质又是什么？这是属于这一法的一个特征呢。那这两者都是存在的，无寻无找当下所产生的世俗。 以及这一法由寻有找之后，它的存在的性质是什么？这种的空性的圣意，因此而建立了二谛的内涵。他们上面的，他上面讲的，定义康乐这边是，其他都称为常，那定义康乐这边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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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
七月团第二五级了，都把他的一部底下。但七月叔叔团下完了，工作单吧，团单吧，单吧团，单吧你一长的单吧些，他无论从工作单边扎堆下吧，工作单边清理下吧，工作的要下吧，工作单边扎堆下来就工作单吧些个单吧的，过他说的我不单吧买的意思。고삼문담바리삼루삼루몰이야담바샤지레스디레이드삼문담바디에로군조디무딘진샤네데모담바레바스바디레이메인드자네군조담바세아군조디딘진샤네데모담바나군조담바스디자든시에다군조담바체니가레슬라베는디샴데응니번니스我那个读起来的，记起来的。哦，那之后就是念到了，建立世俗和圣业这两地了，273页，的这部分呢。那建立世俗圣业二地可分四者，分二地之事、分别之数以及分别之义以及世所分义。那首先想分二地之事，那二地是由什么而分的呢？是由所知而分的意思，叫分二地之事。二地的这种分支是从哪里来的意思？那是从所知而来的意思。那分别之数，也就是说，从所知可分哪两种呢？可以分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意思了。那分别之义，那也就是说，现在想个别的这个圣义地还有世俗地，一般的这种说法了。那之后讲到了世所分义可以分三者，以及哪三者呢？就是讲到了世俗地以及世圣义地以及世二地数之决定。世俗地可以。太阳牛骨头几个穿哪子？现在养大我得过呢，全是一个日系的日本员工我接，这工作的麻烦嘞。现在养大我得过呢，全是一个日系的日本员工我偷渡去吧哒。得过呢是那困难的引路上，普及的路线。像今天这边哒，哪种题目是不困难的对路看着嘞，对内路看着嘞，怕出现着了日系思想嘞，对日本员工我接些，对员工训练些。但现在怎么六月团结呗？团结呗，是吧？现在哪能没准备怎么？等着这个六月团顶住哪点啊？顶住哪点啊？等着这个团结呗，团结呗，是呗？你呗，牛股的牛股工资不我？给俺们呢？牛股团长代表我，那起码你牛股工资代表我，啥我们就会控制上。接下来讲到了世俗地相，那世俗地的定义是什么？其实虽然讲世俗地相，可是其实他已经讲了圣义和世俗两种的性相了，所以在此说到了内外诸法各有圣义，
世俗二体，那也就是说一切的法都有它的圣义以及世俗两种的体性了。如同牙来讲的话，我观察牙的究竟性质的这一种真实义理智，所谓的理智就是观察最殊胜的最究竟的这个性质的智慧，我们称为叫理智啊。那观察牙的这一种究竟性质在哪里的这个理智所获得的牙的这种体性，也就是牙之空性呢，这个属于圣义谛的。那看牙的时候，在无寻无找看牙的时候，会觉得牙从它的境上而有，因此所看和所在不同的缘故，所以所知的七狂意，也是名言所得，名言是所得的这种牙的体性，我们称为叫世俗谛。所以再次说到，前者指牙之圣义谛性，后者为牙的世俗谛性。他古说的被要先的呢，养老年下去，他的我们不能录给养大工作的老板工作，你去买不起来。但今天新闻了对呢，呢养老年月是，那就算了。那之后讲到了世俗的差别，278页。那这一个科判里面呢，是说到了中观因成败本身不分正道世俗两者的差别了，但是在世间的这种凡夫相而言，可分正世俗以及导世俗两种。人就把它们扎给，我们天就他年都要让这些人民心给路给，鱼有些你干老了，一天想好了对的，鱼有些你干了，养老人你的下，鱼素素的，鱼间，他说对吧？素这边写吧，素素这边写吧，到素年这边写吧，素素的素年，素素这边写吧，到素年这边写吧，好了，这里鱼经养老了，养老你去，一天想好了对的，那精诚派的这种正导世俗的分法和自虚派正导世俗的分法的不同点是在哪里呢？也就是说，精诚派它不止在境上由世间的凡夫相分正导世俗以外，从事上也分了正导世俗，那这一点就不同了。也就是说，色还有影像，色法是正世俗吗？影像是导世俗，因为世间也知道这是错乱的。同样的道理，了解色法的演示以及了解影像的演示，那世间人也会知道说一个看错一个没有看错，所以可以分正导世俗两者，从境上而言也可以分，事上而言也可以分，这个就跟自虚派不同了。但是传统的吧，下一段呢，传统的吧是要给传统的蛋白糖下吧，传统蛋白清理下吧，传统蛋白药下吧，但传统蛋白糖下一段呢，对，他说我们零点给传统蛋白是要传统是要的哎，鱼的家呀，鱼精的家呀，大家这样，明朝说明的数目的，但俺这得吃些个哪了，团样团样了，汤包样团样呗，团汤包我是的，你个鱼的家，是的，但看到那呢，没怎么买的哎，团汤汤包，他说我是接的哎，落掉了，其实那不能辛苦了，能够要的嘛多，搞些当中带个哪样嘛多，带来些呗，那样没准备能说明多啊。这张拍拍一些识别我的和电影用的文章呢，少了的，等等等吧。这大家呢，等等等呗，趁一下了，那这个学校和机关的，他说的不跟，特殊级别的事情也对，大家的兴趣嘛都是这。但等等等呗，第二个现象就是啥呢？但等等等呗，第二个现象就是啥呢？因为东尼尼修的，东尼绝界的，东尼你看过，东尼猪猪的，东尼西的，那他他和他们什么对的呢？你看啥他们去他们尼现在对吧？东尼尼就算了。之后讲到了279页的是圣义谛可分三者，圣义是圣义与谛自义，是圣义谛相以及是圣义之差别。那圣义谛的这个谛字呢，还有圣义的这个消文呢，它的字面上内涵是什么呢？那新辩论师针对这个圣义这两个字，有说到了由境上事上，啊，说到这三种不同的这个解说方式。那在此说到了贤居论云：既是义，复是圣，故名圣义；那即此谛是，故名圣义谛。也就是说，这是由境上做解释了，它的内涵本身。在境上是真实的存在的，是有的。那从圣者
去现证看到这一法的时候，所看到的和所存在是不欺狂的，所以这一个的内涵是没有错的，叫圣义地的意思了。那也就是说，现证看到某法的这种现证，所看到的这个内涵与实际上所存在内涵是相同的话，那这个呢就属于圣义地了。那于是说了这个字义，做了这个词面上的解释之后，那至于圣义的这个定义呢，之前就说了，这是由理智和观察之后能够获得的内涵的嘛。那圣义的差别，287页的圣义地的差别呢，圣义地之分可分20空性、18种空性、16种空性、4种空性，那最终的那就是可以含摄于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两种的空性。大家的地呢地可不得三十七里啊，早把帮忙生的，但可是我不给南京那把手机前面是亲戚不是个南京的，到他妈他个直接收住，但直送过来的就逃出去。那你俺可多呢，他把他们家门锁上交了吧？到地大地里爬树，到时鸟都上不来，上不下当官的下去这。那在283页的四难，也就是说，在这时候在这个科判里面有一些问题了。那针对这方面做解释的，也就是说，一切骗智去看这个清净还有污染的法的这种看法，以及咒圣密圣里面说了一切皆清净的这种看法上他互相的配合呢，提出了这个问题。那这个的解答呢，好好的去仔细的思考，你这并不是容易能够了解的。哦，鸟的草是不是？哦，大家的第一首的定义长一点吧，那得了呀，送不你下的，你说。等你长一些罢了，西肯是全部六月团都用说，这样呢，每六月团一嘛，那么这个呗是六每六片就棒的，应该下掉嘞。等这一门就是呢，等你西家他们家了，片就棒的最近吃不起东西，如果西家他家西家他们家，但把你说长一个的意思，但把西是了呢，浪多的，伢们那个年些啊，长大了，但把西送我的嘛多，西家他都用的什么嘛的意思。但把你啥写啥对吧？我都写不来，他就送给我了。那之后讲到了，290页的四二谛数决定了，若法决断为虚妄，欺狂，则必遮其为不欺狂，故欺不欺狂是互遣之相为。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所遮，所知的这个法，可分圣义谛和四谛，这种的分法是决定。如果不是圣义地的话，一定是四无地；如果不是四无，一定是圣义地。这个是决定这种的分法。但是有时候讲到四地的这种分法嘛，这就不是决定了。四地的分法是说所取可分两者，所舍可分两者，它并没有所谓的决定的意思了。但是在此二地的分法呢，是决定的意思了。如果并非是四无的话，就是圣义；不是圣义的话，就是四无的。哎呀，那第一节知道的吧？唐多国下差的。那这一场已经讲完了圆空毗婆舍那部分。哦，没跟你说啥话噻？那来先吧，来那就忙先。哎，你尿都差不多几滴，讲点点就下下的。那这个叫做像老人吃米饭一样的，吃粥的感觉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老人吃饭的时候是选那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咬的嘛。那所以呢，我在讲经的时候呢，就讲比较简单的。那比较难的部分呢，我就说哦，这个你们要好好学习这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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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蛮心没要嘛的，但像是老些的辛苦嘛。但是呢，唐东光别出现罢了，现在了，当年唐东光别送给团长吧。如果泰国去做看给，那么看给王都写吧。现在了，当年唐东光就我写吧是。现在当我，当了一下，当唐东光别送给团长吧。但现在我了这么一个可是大的新材料，但现在我了这么呢，哎，那唐东这是你住个不得行，那得送。如果在泰国其中看给，那么看给王都吃吧，送给他这里呀。
다들리스와 룩데 태보 치중기 람 강게 원도 잡아서다 사브젠 디콘레야 디시 에 남데 디난데 가서 원어 텐데 실라 림진도 기주데 니스메 에 실라 림진도 기주데 태보 치중다 동아 강게 원도 잡아 인신나 디니 냐란다 파르도 심베 태보 첨부 태심부 니당 에 Nyaranda Paradu Shimbe Tepa Chambu Nishe Tenyang Tumdu Shi Tumu Wanyin La Ngaagi Gyudu Oma Sumlaan Jawar Gyudu Soso Da Tetaagin Drenze Chambu Shebar Ngaagi Lamji Rimbar Shesin Do Da Mikse Di Menjawa Di Nenjo Lame Lanis Da Shishi Me Ngaagi Lung Di Chane Shesoji tembe sem zam la mi guada, tishini la mi guada, nami ki nanjoji sa sum tembe shijing, sa tanguni la jogum da, jagum ki shila drubzu, ngarishin chepa nawe, chidawa la mi gbe, gyur la gizun jawar shedo. Da da shamde, di luk shen, shijin menga luk dhwa goyne, da di shugude rangi luk niz. Nanjo lami ki kawso yang, dawe ko giru ume shung zhunga da cha goyla. Junglu la, Tawa junglu la, jirim dan zorim ki jetab ki gom gashi du, de kona ni la jayne, yi la cheba yoy jang si. Da su daba shirabu jayne, jagum cheya di yoy re si. Lu la, nai tu nunbe, nubo tobe zorim be, nyamsha du de kona ni gyongwa na, da da du shane gomba ngebara goy jang, langdong ki jagum shung shenen zhungwa tar mishi to. Dena gop teri, jagum jokbe sha la, da da ni zizik be, 디니 대코나니 공부 마저지 대달 체베 쳐베 규제는 늘 싸울 때 바꿔서 뭐베 늘 남이 시한으로 대달 체베 규제는 시해도 사들이 손샤 那之后就讲到了修观法可分三者，嗯，两百九十二页了。明一止修观之义，以及明彼法为大小圣中和圣，以及证明一止修观之法。那首先讲到了明一止修观之义了，也就是说，如同之前所说的，要先升起声闻他，之后升起了毗婆舍那了。那现在呢，讲到了明彼法为大小中和圣了，294页了。如是次第修止观法，是依大小和圣贤密合教而说也。那这个止观双运之法，是大小圣还是显教里面要修，还是密教要修的呢？那再次回答了，此事大小圣是共同需要的。那以佛法的这个中义四宗来讲的话，也是共同需要的。那以密来讲的话，密有四部、行部、余邪部，这下三部是共同需要的。所以呢，这是各诸续经还有这些论师共同所许的，如同之前已经说了，无上余邪部里面啊，他有说到不共的一个说法了。因为，在294页的倒数第这一大段的倒数第五行的时候，有说到了。至中则说无上瑜伽时引申正见虚如中观论说，在无上瑜伽部，为了升起圆空毗婆舍那这个圆空，这个空的内容呢，如同中观论里面所说的空性啊来去缘起的。那怎么去圆呢？引申之理要如何去修这个空呢？于升起之理和圆满之理的后得位的时候，说到了观察真实义之作义。可是如果已经获得了结身能力之圆满之定者，结身能力就是在身体的这种气脉明顶已经任运的话了，那获得这种圆满次第的话呢，于根本定修真实义的这种修法呢，是在止上而修，并不是在观上而修的，所以不能够如同之前在论点里面所说的用观察的方式修学的，故于尔时放舍观察修后，所以在根本定的时候，毗婆舍那是讲到观慧了嘛，这时候不是用观的方式了，而是放舍观了，或并放弃专注正见修真实义，那修的方式呢是安住在真实义上而已了。可如是修习之理由，此中不便明讲。可是为什么放弃了观察而修止修呢？在此不是要讲的时机，因为你们是在学显教的部分呢，在此，所以故仅说于道须如前修之理由也。我只是大致上学说它的不同点而已了，详细理由呢在其他地方说。他这呢，我的心呢，他不是呢，他律师先生的电话接掉了吧？中午到起呢，律师先生的电话他们要嘞，是啊，他第一天了呀，呢加工给，呢到起，律师先生的电话接。
아딘디참나이는항동주의말이되네항동톱사례제라실라숭도자와사야돼항동톱안에이는실라숭도주의말이那就是透过了什么它让我们有止修获得了身心清安的吗那获得了身心清安之后再反复的观察观察由观察力会再次的引发身心清安这时候的智慧呢称为叫做毗婆舍那了所以在此就是说了299页成观之理成观之量于是就说了这个道理那至于止观双运之法就是说你当你获得了毗婆舍那的时候你自然就已经获得了止观双运了但这时候南极度对不对别记得南极度但没事学给你们但我的고요한동고신이된전에소원지기다상동게바르기다람디디아지가소리니알라용서와로리야샤와지체아과차와지체다지네마아니도스마지삼무따인도자니지기슈고지기슈고지기디바도스바로르마지特别是大漠，说三面了嘛，但继续继续继续，就听着苦人读经，三宝就吃上，就是落了呀，下不下，捏不下。大地洋洋三当过，大地洋洋三当呢，因为大南广当，但我心里的人呢，是哪个把个南罗读经的三宝这个，靠了出不下呢？大地个广呢，给土色的三宝这个，鸟毛都出不下的，他们是说说说口头那些话的。냠어도취바세야지숨겨야돼대내더동곰곰곰윤두자네아니림베림베기아니쇠쇠기냠어째야대내쇠미기냠어째야쇠미기냠어째도아니러브커도커도보다떠버져라돼깨버린말이다이네그래서거들러는시를원부누두원부채바를래진가시야가서우리보게변신이된주위可都是这样来老用的样子像这个是这里像这项目的嘛像项目当的这个区域这样的这样都好的本来年初冬天三百三百来都是一个冬天三百三百也被你把学校他们的用是一个人所以他刚才听着不过呢他说是三百원부다감다원부캐버하여튼수다이뜬다더뜬인부다더더매더버디기가래슬람나누지기둥에통해거네뉴모라띵네샘벌라니뉴모베달래캐버타버텀나사베인중사바디지디샌딩라파카베니닉지심베사바디니대장베장주지셈애니양다베다와다디순부디라메사메비바리사지름시기남지소나바숨생각하다되말해那在303页之前就讲到一个道德总相了那至于这个道德总相内容就是从善知识意识到毗婆舍那整个一个到自己的观修呢我们要从意识上去安排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看经典的情况下那自己好好的去思维从一直善知识意识到整个毗婆舍那整个道次第然后 让自己反复的观察并且去做观想观修那这个前后次序呢安排好首先先让自己认知那之后呢再让自己再透过反复观察之后会慢慢觉得说如果我努力精进修行的话应该能够承办之后会有这种的感受那这种蓄意刻意的观察力再持续的话自然就会变成了不蓄意不刻意这个叫做自然任运成就了那这个呢就是个别的所观修的内涵升起之量无论出离心也好或者菩提心也好升起之量都是在任运自然任运升起的这个量嘛才叫做升起之量的所以在整个一个道次第的安排当中会随着个人的根器不同的缘故了所以有一些在学下面观修的时候比较简单有一些呢是觉得上面的关系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这一种的感受就像好比有一些思维三个道痛苦的时候没有那种强烈感受可是思维被烦恼所转的行为痛苦的行苦的时候思维行苦的时候感受就非常的强烈
这是因为个人的根器不同的缘故了。但总言之，在整个道次第安排里面，最主要的这三种呢，这是次第是决定的，而且要好好的修学的。哪三种呢？就是把烦恼看为过患，唯一的仇敌，被烦恼被这个仇敌给控制的话，就没有安乐的时候，而产生了出离心，由自身去体会，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去观修悲心，由悲心引发的菩提心。所以出离心、菩提心还有空正见，这三者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次第是决定。所以庄大师在说，庄大师曾说了圣道三要。他提起来呀，你把七八度多少七八度那边去，谁知道送的呀？他第一呢，多少台币啷啷啷？你把土木门一边的十片，有的吧？第二把印度山呢，啷几十处，你不有的吧？第二把嘞，第二把印度。第一面，咱两个人做的，他是我一面去吧，噻，得送过来。那他是我一面去不是啊？得他一面做的呢，住不过来。得到呢，但他一面做光巴了，挨了，餐厅也那么几个，民警往个局没不去。但呢，我们就是看那边，他们这都他妈的随时都送实钱呢，就对我们来讲，就对我们送了三千三米。南州那边的地人都做什么事啊？到底那么冷呢？上个多些台北，可是我的，南地吧？这呢，不是等于上街，你我你都在我都吃啊。第二天呢，身体把呢先就是两道做的成熟的，是啊，给他对不对？用手准备不得。那之后呢，讲到了别于金刚圣修学之法者啊，这个内涵呢？也就是说了，透过金刚圣的不共的这种深广的修持，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呢来去承办这个佛果位的。那其原因是因为他能够在同时间内无二的双修了福德和智慧两种的资粮了。那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共的这种资粮，无二的同时间内能够累积的缘故，所以说能够快速的成佛的意思了。那这种无二之量是由本尊于一切的方式而来去承办的。那这个呢是在金刚圣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咒圣里面说到了。那如果首先必须要依止具有条件的善知识，为我们能够使这一种种子能够早日成熟的缘故而来去传授灌顶，传授灌顶之后而来去遵守这个三昧耶。那在下三部的时候呢，说到了有相和无相的瑜伽嘛。那在无上瑜伽部的时候是说了升起和圆满的次第的。那透过了这一种呢到次第的观修，借由了经由了金刚圣的缘故，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承办佛陀四圣的功德，于是能够圆满自他的恶力。在讲那里啊，还是就对我们说三个人呢还是的能说就读经，但这边是对不对？他说没有日本人的读啊，那由在汉系的佛法的这个下三部的金刚圣来讲的话，那尤其是瑜伽部里面的这个金刚戒的这个传承，可能非常的兴盛。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这个佛教界里面这个金刚戒的这种传承呢，是非常的兴盛的。现在不要讲这种了，对不对？就对我们孙姐，你讲的南州拉面，你具体他说他蛮不修也不对。那在西藏的这个藏传佛法来讲的话，那不只有下三部的这种灌顶和传承以外，那尤其是无上瑜伽部的这种本尊的这种观修呢，是非常的兴盛。那，安迪塔里啊，可说的恩主宁。当然就因为咱们咱们的大家的不要三个人去去地的南路里啊，家家的出就是下不去干嘛事啊，这些路边土地建的比如三边里啊，是就是来到这里啊，别许多三月初几别过去前的那些吧，忙不里啊，可去年先去了也是来的那么个电梯总电影的几乎是用不可多了，我们就拍下的赛车因为别是的拉下去的，我的那个把带了班
되는 데 보다 대수직 용되게 하래. 다 사격은이 참여를 안 하려야 야 다 나서야지. 난조가 안 하려야지. 또 토불레 유지자님, 네 사과를 하이 나와 샤, 그다 나 무슨 사과를 하이 나와 샤에 터네. 아니 야 지금 사태를 때 지금 좁다. 어딘데 아니 마 좁다도 지금 칠레지 좋아. 근데 막 숨대야. 근데 다 나서야 준 거야. 기로 나래 야래. 那三界哪里有？各界哪里有？你们哪里有？嗯。那不止如此，而且像尼玛派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从印度引请过来的这种口诀，他们称为叫明藏法。那莲花生大士在三耶寺的时候，对于少数的业清净的之前有业缘的这些少数决定的这些弟子们传授密法的时候。那为了能够使将来在业缘成熟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弘扬的缘故，所以有伏藏法，就是把经典就是藏起来之后，那将来随着业缘各方因缘成熟之后，让他获得这个经典获得成就的这种伏藏法和明藏法等。那以及无论是沙教派也好，或是噶举派也好，尼玛派也好，当这些的瑜伽师的正量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那自然会随着业已经清净的缘故，所以会尽向本尊，看到了本尊，所以直接从本尊获得了这种口诀和传承这种修行的法门这也是有的。所以无论格鲁派也好，萨迦派、尼玛噶举等四派呢，都有这种尽向所得的秘法。他这是哪里啊？哎呢，但把基层功德先送下吧，看啥高层功德先送下吧，日尼有多啊？但是在这两种的在这一种的传承里面呢，却又隐藏了却都有着两种的内涵呢。第一个，为了整个教法所说的总义，以及个别随着因缘而产生的这个别义，别法和总法各有两种。哎，你搞不定，但是怎么用药嘞？但是怎么堂堂怎么的嘞？那用死嘞？那有时候呢，这个伏藏法也有可能有世俗地的虚妄的这种伏藏法，骗人的伏藏法。那同样的，这个镜像也有是世俗地的这种的伏藏法，就是假的这种伏藏法也是有的。这种的嘛是为假安的出就是为本定住哪里啊？哎呢，入住了所谓明参的入住参的对不对？入住在为因是，等到我们的入住没不起。真的有的，俺那露珠参公够了的，不是这么巧了的，露珠送这么巧了的，真的用不多啊。那同样的，在翻译龙树菩萨的这个翻译印度的这个论点的时候了，有就像好比龙树菩萨的著作的这个翻译的时候，挂着龙树菩萨的名字，可是著作者的名称挂着龙树菩萨的名字，可是实际上并非龙树菩萨所著作翻译成龙树菩萨经典的，这种也是有的。本来的东西了，现有的送下的信息，本来早些的问题吧，卡兰人民是啊，就是卡兰人民呗，然后卡兰人民，那卢主让送人是，让这人是早些的，让这人是卢主送人是呢，等着送人也不来，那这么些新疆南北各多里啊，卡兰人民拿到了，怎么爬过来讲是，爬过来农场要来，只能这么些个，几个不晓得拿到了，几路农场还是成嘛的是。在中大师的了义不了义书里面呢，那说到了龙树菩萨的中论的解释这是龙树菩萨自己做的这个解释，中论是龙树菩萨自己做的没有错，可是自己针对中论还做了一本解释，那这本的解释叫做卡里吉密的这个解释了。可是中大师在看这部卡里吉密的这部论点的时候，很奇怪，中大师居然发现说里面引用了提婆菩萨的这个论文呢，老师怎么会可能引用自己弟子的这个论文来建立这个道理呢？于是中大师产生了疑惑了。这大家能信的，我那陆主公在不在才这个上头被记住去？所以这么些个样，这心中哪呢？我们陆主公在是被记住去呀呢？哎呢，陆上给记住你学的哪道理啊？陆主公在是被记住这个龙场馆教的是，地上他们都是，哎，没准备都是，这里面就是呢，养着吃都这样的。路上个在下边，记住你是不的，没特别吃个也不应对。对我们路主在不买嘞是，路主钱特别能卡卡嘞，对面那路主他钱压不嘞是，那送多。但他的钱三百，
간다 야간에 소 유리시베 비자 나로래 그 비자 그래 심주야 오체 아니 가서 우리 그게 캐바 대다 대인 제시베 비자 용자 대다 둘니 틈어디 대다 개체 뭐래 저장에만 가서 빈심을 시켜도 돼 루주군 자버리스 시진군 자바 자서 자나는 대인하는 이렇게 시기 루주기 자버리스 시진군 자바 부디 먹고 싶어요 되지 저장 뒤뒤 나들 찬스 但我们入住的西京人这边搞不定的人呢，哎呢，你阿阳在我这三江的时候，你把这长谷路弄的，哎呢，三江江的那我差不多控制四个门牛的，我们入住在这边西京人这边的，羊山羊山羊山才差不多。那也就是说在，聊一部聊一书啊，没有，中大师之后又说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个人那时候翻译了龙树菩萨。所著作的一个密集金刚的升起次第的一部论典呢、翻译上在这本翻译的经典里面有说这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了，可是中道士后来产生疑惑的原因是因为龙树菩萨一位学密的大弟子，他有写了一本升起次第有关的一个二十颂，在这部二十颂里面从来没有引用过龙树菩萨的这个升起次第的论文，所以这是值得提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如果龙树菩萨曾经有做的话，那在解二十颂的时候应该会引用他老师的这个论文才对，但是没有，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跟二十颂的论文所讲的内意有产生矛盾的地方，所以于是中大师就说了这可能是后者在翻译的时候挂着龙树菩萨著作者的名称而做的翻译，但实际上并非是龙树菩萨真正的一个见解，他真正的著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是否是这一个本人他究竟的意趣，这是要配合大论点的内涵，所以一定要学习大论点，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清楚，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次就是我遇到一个人日本人呢，那他曾经跟我讲了大智度论，就是龙树菩萨所写的大智度论，我想汉系的佛法里面好像是蛮有名的，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吧，对不对？你们是这样说的啦。总而言之，那他是跟我解释说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所说的，而且他有好多卷这样子。那是我第一个产生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真的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佛护论师月生菩萨或者提婆菩萨应该要引用大智度论这么多页数的这个论点的论文来去解释中观的论点才对啊，可是没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大智度论到底是怎么一种大智度方法呢，有一点怀疑了。这张我觉得印度大刚才别是千点一米大呀，但的确以内千点一米大呀，你该怎么的。所以因此所学的这个经典它是否是正确的经典，或者是得到的这个伏藏法是否是真正的伏藏法，只要仔细的去观察。你看啥国产的送什么钱不一样？但你但把几千万都这边都有熊的，听不懂呢？看啥国产些送什么？但太多广播的听不懂呢？看啥国产的送什么？七星的倒是没大有不一样，真搞起没多啊！是啊，但我但把兄弟都上下的，但把几千万都这边兄弟的兄弟都生过下来。那至于这种别法，针对个别的因缘。对于个别的众生传授的这个别法，如果跟总法它的意趣究竟意趣是相同的话，纵使字面上的解释可能有一点不同，但是无所谓，因为它究竟的意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持法的时候一定要以总法为界限好来去持有这个教法的。没有这等于等于他是出现的，但是别是蒙古东西通用的在呢，别是的全大肯定都要心主权上当大家的开什么啥的，别是别干到什么时候，别休息这些可以的，干到什么时候呢？我到第一门上去没呢？过了这个的，过了这些的。那在此我只是随便的说说而已了，因为我们看任何的这个经典的时候，要好好的仔细的去观察，这是否是配合的整个一个教法的一个总意，是不是由此相应，或者与此违背？以这种的方式去学习和去观察。不要说这个书名呢，它取得很好听，马上就被这个书名给骗走了，所以呢，这是要叫你们小心注意的这一点。
是几十米的路距的，几十米的，俺打，他说的这个，哪呢？他吃到了呗，他吃到嘛的哒，他那几十米的土土种的，俺去过他土就修穷，他吃下主意光了，俺那么水呢，用东西反正他那么就摘的，那那么就摘呢，俺呢？那么这个我当年被确定下十五月时年工的年上家参工的参上家跟在来出家人的国民国的上家通过人生的送一门的这里不是用的这里不是用的现在我的地送的其实没来广播里啊当年吐了不是在来了我是不是主送的但这里上家主要确定年工的年参加参工的参商家跟着来之前的国民国参加一名的特别是我的跟着来之前也不太确实哎你马过不去你也是不是的哎你生意那么结切哎就当过你肯定想是真的哎那当过你也得你是你能上学没中学的哇大家呢那确实你拉开啊那么的人民都是哎你给去给给他的都是他太差松是다저런애살댄핑말이다디말벌로제살교수나루베로마야갈펜용에나루베로마갈레스타이티용에지기로자첨부줘야되시다리자교수에너지즘이라찬디태바좀이슈지기미시베태바총니에너로자조롱에페빈말이에너나마말반제니말베니인고는인상자창우상상자추럽주파샤니都不是我去打去，老蒙古都不打呢。哎，你说我那是敌对讲呢，敌对他有的啥呢？我那当官带呢，当官带被这里就是没了，他养着嘞。老蒙古被他日军上了，被吃掉去呢，到个当中强大呢，我就是说了他。那看至尊弥勒日巴的这一个自传来讲的话，那弥勒日巴。就是从小远离了，就是之后远离了家乡，那去 学那种咒语嘛，那施法的这种咒语等。那之后呢，因为弥勒日巴学这种施法的这种咒语的时候，他不需要很多很长的时间，一下就学会了。那之后因为杀他的许多人，所以为了忏悔的缘故，所以去医治另外一位上师了。那这一位上师就。跟他讲说我的法是非常的深奥的，如果是咒修的话，你咒得成就；业修的话，业得成就；如果是具有三根者的话，不修也得成就。于是他跟他讲了这个偈颂文呢。后来那时候弥勒日巴想说，我学施咒的时候没有那么难，我马上就学会了，那我应该是一个具根者了，那这样的话不修也可以成就咯。于是就没有修，就睡觉了。那隔天早上就见这位上师说，上师很奇怪啊，我没有修可是没有成就，我是居根者来的可是没有获得成就，这怎么回事呢？后来那个 上师就跟他讲说，哦，你不是我可以读的弟子了，你最好去找一位医指那罗帕大师的一位翻译者，他是非常有名，他的名称叫做马尔巴大师。那当弥勒日巴听到马尔巴这三个字的时候，就产生了无比的信心，于是就去医指马尔巴大师了。那马尔巴大师呢，没有跟他讲咒修得成就，业修得成就，三根者不修就得成就，没有讲这一回事啊，给他一大堆的苦行啊，叫他去做。那之后慢慢进罪了这个障碍之后，才跟他讲口诀的教授呢。可是跟他讲口诀教授之后，没有马上获得成就。一般的这个他的自传来看的话，他也是活了好几年好久的时间深山闭关，完全放弃一切的衣食住一切种种的享受，苦行之后才获得成就的。当然想的对，那么现在的卢主干线在北克都给走过去，啊的巴基斯坦拉好了样的，那么我春秋干的第八级古巴人战友还是样的，这不长的，那是都，我的台北是不是几个都？前一段时我跟那个里啊，拉好了的有这边照顾地，你照顾地的，像地心下边扎进来，你把上多少钱的话呢？双方就是用的，现在当然都地有对不起，地有多啊？哦，卢州开始通往谷地，地前是摇滚结果的，这么点的可能卢州开始在呢，哎呢，我把这个上级们再不再想嘛多，
地屋家里全部就被投上就冲动啊。俺们就几天原来没的地家里大概就在那俺就在那家里就无所谓掺过来了。那同样的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导师阿摩尼佛这个苦行像嘛，你们看到这尊佛像吗？那就是我之前去巴基斯坦然后的这个他的最主要的城市的时候也看过这个佛像苦行佛像的这个照片。那以前我在小时候在布达拉宫的时候呢也有这一张的照片，我对这张照片曾经升起无比的信心的。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在上面摆着这个佛像里面好好的看为什么呢？佛获得的成就是经由六年的苦行身体瘦巴巴的这样的苦行之后而获得了成就的。所以既然我们的导师是如此的苦行之后而获得成就的话，老师都这样的话，那弟子我们怎么可能快快乐乐的舒适的情况下获得成就呢？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查松当时我查人人家查我老虎大把的年身体就掉头就掉吞进什么下去吐气声音。那就是这一上已经完全的结束了这一次最主要讲的内容呢。那在说法的这个期间当中，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就是做很多的笔记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听，所以非常随喜而说声谢谢。嗯呀，你这样子拍了呢，身体就是不对，太累劲都下下来嘛这。希望你们回台湾之后不要把你们笔记本丢在一边呢。呀呀，但是那声音做什么忘记声呢？就是古巴抽音。那明天呢？观音灌顶呢是9点开始。我住下桥了，就是结巴子抽音。那我要修前行的缘故，所以我也8点就到。呀呀，那声音小个到往茶中的，那吃住，吃住吃住，你不知道错呢？吃住吃住，你把拍摄下来，啊，再这样子，好的。在京都，我这平时做的生意少个晚餐呢，太得说话给买不起。这样做，台湾的用对不对？对吧？对吧？就可惜要不赢了。你吃住，吃住你吧，我就得加个继续写，就是嘛。哎呀，吃住几个字写的，这个钱就到写多呢，就是嘛。吃住你吧，那数目字呢，你加个写，那啥写？那明天早上呢？就是传授了灌顶。那下午2点开始就跟你们见面吗？那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人早上获得灌顶之后，下午就不用来了。那在此不止就是你们的这个团员法人团员以外，如果有来自各地的这个华人来此听法的话，也可以一起参与。那下午2点开始，那1小时内我们先做这个问答题的这种讨论。那3点之后，那就是见面就是比较平常的这种轻松的见面会谈。好呀。就请说经不是Whoa.
Yeah.